现在来介绍的是换底公式，对于对数的一些不会计算的的状况的话呢，它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公式。那么我们怎么解说呢？是这样子，以 a 为底，真数为 b 的话呢，如果我们看不出它的答案的话，我们可以采用换底。那么换底的话呢，b 仍然是真数，这个 a 的话呢，一下来变成真数，这个 c 的话呢。 我们爱怎么定就怎么定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c 要正数，c 不可以是一。那么我们的话呢，做一个简单的证明给各位同学看，为什么这个换底公式可以这样写呢？来，我们来看一看，我们要证明它的话呢，首先这个是很简单的，我们的话呢就这么说了，我们假设这个 log a b。 假设它叫做 x 好了。如果说 log 这个东西会等于 x 的话呢，那么意味着 b 就是什么？b 就是 a 的 x 次方。那各位同学看起来应该没有问题，这是基本的对数的定义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个的话呢是一个等式，我们两边一起取 log。来，我们看看啊。 两边一起取 log，那这个地方为底的话，叫做 c 的话呢，这边的话呢也会相等。好，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。根据对数律第四条，我们前面所提到的，次方都可以扔到前面去。于是的话呢，我们继续写下来，log c b 是等于 x 乘上 log。 哎，两个都是 c 为底，这边是 a，那么 x 就可以把它解出来了。我们 x 就可以算出它是多少呢？它是一个分数，这个是放在底下，我们写 log c a，这个是写在上面 log c b。那各位同学看一看，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换底公式了呢？ 那么要熟练，我们就必须要多做几个例题。我们来看看例题：二十七是九的几次方？我们是不是不容易看出来？不容易看出来有没有关系呢？没关系，我们就这么算。我们现在的话呢，不会算，我们就把它改一下。我们的话呢，就写一个 log，上面是二十七，下面是 log 九。好，我们来看看。 那么同学的话呢，认为我们底的话呢，要自定定多少比较清楚呢？当然是定为三，三就比较容易了。来，我们来看看三的话呢，二十七是三的三次方，九是三的二次方，我们的话呢，轻易的对付了第一题。那么第二题，当然各位同学的话呢，如果你心算比较好一点的话呢，我们就直接在心中直接换底了。 我们换底的话呢，底是二，上面是二的四次方，下面是二的三次方，所以我们直接写答案，答案是多少呢？三分之四。那各位同学的话呢，是否能够一眼看出来？那么第三个题目的话呢，这个就不需要用换底公式，其实各位同学可以直接写答案了，根号二。 本身就是二的几次方呢？二分之一次方就直接写了。我们来看看最后一题。最后一题，如果同学觉得看到了分之一有点不太会，那么我们可以有两个途径。第一个的话呢，如果你们知道三十二是二的五次方，它本身是二的负五次方的话，我们就直接写负五。那各位同学，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不是很熟练， 那么我们就使出对数律的第三条，对数律第三条说什么呢？说上面除以下面，我们可以拉开来变两个相减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拉开来变两个相减的话呢，上面是一减掉 log，下面是几呢？是三十二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根据我对数律提到的第一条说。 1> log 一通通都是零，所以我们不要写。这边就是，这个是三十二是二的五次方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写一样。我们也可以对付得了一些我们无法能够一眼看出答案来的一些题目，我们都可以使用换底公式来解决。